讲丁江的生理，袂记你去要共牵这个帽仔就对啦。一开始在咧想这三人伊的出身甲经过。首先呢，伊来对这个人的身上来发现人生的真谛啦。我有去悟到就对啦吼，悟到什么呢？因为伊来看讲呢，一个六十出头岁，迄、那个叫做朱宝山。这个朱宝山底下个遐洋人吼。啊，遐阿多啊，安尼讲到叽里咕噜，吼、哦、吼，啊，也安尼有一句无一句，明明到这个国语，也明明佫到这个英语，啊，伫迄个所在，甲洋人讲到安尼，足大班的啦，吼、哦，一清查，哎，嘛是安尼吼，戴一顶迄款啊，啊，洋人迄款官帽啊，哇，规身躯穿甲呢，予人相当的这个形象呢。那大学生咧想讲，这个朱宝山原本嘛是一个穷光蛋，伊是做小生意起身，但是。伊去打着机会去扭着背景，安怎讲？去挖着日本人，当初是去交杯着日本人，也来代理日本人的生意，来开了着一间也这个合适的洋行啦，吼、哦，专门在咧卖日本进口的这个物件。对了，所在有日本人在了做靠山，所以呢，事业一帆风顺。刷落去呢，开水电行，搁开轮船公司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也这个珠宝商。有在条安尼吼，得意洋洋一帆风顺。伫英国租界，也来做日本人的这个生意，啊，事业足顺时，赚真侪钱。赚钱了后啊，伊个会晓交陪官方。第一，伊先献一块土地，大大片，创啥？来捐予英国政府。因为英国政府当初时在要起一间监狱，也咧找无所在呢。朱宝山啊，就安尼呢，主动就来献出着这块土地，给英国政府呢，来起一间监狱，专门在咧关遐犯人。这间监狱呢，就叫做铁拿桥监狱、提篮桥监狱啦，吼、哦。这当初是伫上海滩来讲的话啊，这个监狱啊，嘛是算相当出名的一个监狱。这就是朱宝山啊。呀，伊来交俾英国政府所捐献，这一大地土地，当然朋友你甲想咧，这土地这边献到有在做感觉，感觉爱有关怀人的所在，有内墙外墙，嘛有行政部门，哦，还佫有中央台管理，这土地还一大片咧，吼、哦。譬如讲，你甲看咱台湾地区有较大的感觉，就讲中部地区大到山顶吼、哦，这台中感觉你甲看一大片啊，所以。真可见，朱宝山在那个上海所现出来的这块地啊，就换一大片。所以英国政府呢，当然对过这款事先的捐献，伊相当的欢喜，在事业上绝对相当的帮忙。所以这对朱宝山讲起来，又果是一项利多啦。不但啊呢，你呢，代志要做要做的水亏。在这个上海有英国租界，有法国租界，这收价变哪呢？你做日本人的生意来得了好处，你捐土地给英国起监狱，那你总袂使讲对法国租界无所表示啊？安尼讲起来吼，都会大细汉哦。法国租界政府嘛会感觉讲你朱宝山不上道，所以为着这要平息这款公平的道理，朱宝山伊的生意总嘛唔是干那讲做伫英国租界，伊嘛爱做过来法国租界啊，所以归去。唔就买交杯这较有咧吼、哦，反正钱真济嘛，土地嘛真济。伫法国租界，朱宝山同款生意做了真好，所以土地嘛买真大片。一拄好吼、哦，法国政府伫迄个租界伫要开一条路啊。遐拄好拄爱破对朱宝山的土地贵，朱宝山二话不讲，拢唔免征收，一个手就献出来啊，献予你法国政府去开一条路咧。那么迄条路开落了后吼。法国政府嘛无失利的咧，真趣味，甲好名叫做啥呢？珠宝山路啦，哈哈，叫做珠宝山路啦，吼、哦。那珠宝山路目前来讲的话，伫上海应该是叫做西口路啦，吼、哦，溪口路。那朋友若去上海布防，甲找看有这条无啦，吼、哦，是溪口路咧。啊，伫较早伊现出来叫做珠宝山路，这就是讲咧，法国政府感谢着伊主动的咧，献这条路出来，吼、哦。那以这个例来讲的话，咱台湾地区，朋友你嘛甲想吼，咱台湾吼有真侪拢是中正路、中山路，嘛有建国路，吼啊，嘛有什么灯辉大道，吼、哦，这拢是纪念人物。啊，其中
什么路上多？中正路啦，吼、哦，也尤其是中正路甲中山路呢，伫各所在各乡镇好来讲的话啊，拢是上黄金地段的。南昌新朋友吼、哦，你详细甲想看卖，看有影无影吼？这上早发展的路，拢是中正路、中山路。啊，咱台湾还佫有一个特殊的所在，大陆的地号名的路啊，佫特介济啊。别类卖讲，我来讲台中路吼，台中北区的几片啦，拢大陆名哈，什么沈阳、天津啦，什么贵阳啦，哦，你念袂了，北平啦，啊，都安尼几个拢大陆名的路就对啦。啊，这是安怎纪念路段吼、哦？就像咱即摆咧讲的讲，珠宝山线这条路，法国政府嘛赶快予伊这个名叫做珠宝山路咧。那这有代表讲啊，这个人伊甲政府的实力也交配真好，真有够，对于事业上有所帮助。杜月笙呢，当然就是对这个人的身上来看到这点的真理，伊会去体会，伊会去悟到，伊会去感觉到。伊会悟到什么呢？除了看到珠宝山以外，伊搁再看到第二个，这个鱼翅坑。鱼翅坑是什么款的来历呢？时间的关系，咱明仔载再讲给朋友知影吼、哦。来看这三项人物，伊的出身甲来历，要让杜月笙去悟到什么？就像咱这边。五去五条什么呢？咱明仔再讲。时间的关系，今天讲到这吼、哦。感谢朋友收看的，会记得哈。咱明天同一时间，咱这个时段，咱这个频道再会。感谢你，谢谢。